大天使梅塔特隆信息，关于对未知的恐惧。通灵娜塔莉格拉森，问候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、光之存友们，我是大天使梅塔特隆。今天很高兴见到您，我希望您在我们联系时认识到自己的存在。你的存在有一种确定性。当你允许自己活在当下，与自己在一起时，你的身体、你的思想、你的情绪和你的能量场都有一种确定性。你可以认识到某种确定性，对自我的确认，对你存在的理解。然而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当你与你的能量连接时，可能存在不确定性。当你让你的头脑开始沉思时，你可能会发现，你觉得自己并不完全了解自己，这一事实存在着不确定性。您可能不完全了解您的能量场，你可能不知道你内心拥有的力量已经准备好并等待使用，你可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，你的优势、勇气和信心。过去的经历或想法也可能给你带来恐惧。也许你把那些伤口、那些痛苦、那些想法推开，因为你不知道如何应对他们，或者你是否足够强大来处理、转变和治愈这些领域。虽然你的存在和你在地球上的立足是确定的，但即使在你自己的存在中也存在不确定性。我们可以将这种不确定性视为恐惧。恐惧是指当你不确定某件事将如何展开时，或者某种情况、经历或存在会在你的存在中产生紧张、压力和害怕的感觉。这通常源于伤口。过去的经历可能不符合你的喜好，或者你感到脆弱或软弱，无能为力，并经历了痛苦。恐惧有一种奇妙的方式来保护你，让事情不再重演。然而，当我们确实有恐惧时，我们经常会激发它，因此它确实会进入你的现实。通常，恐惧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事情将如何展开，而且我们也感觉没有足够的能力、勇气或坚强来应对情况、经历、人、存在，无论是什么。现在，未知常常被用来形容造物主。造物主是无标签、无形的，事实上，我们实际上无法描述造物主。如果我们确实描述造物主，我们就会陷入幻觉。我们可以认识到造物主是未知的，但我们有一种感觉，一种熟悉感，一种与造物主相连的感觉，与你存在中神圣的慈爱造物主的表达相连，这感觉非常安慰、强大和鼓舞人心。几乎是这种拉推动作让我们对未知事物感到好奇，感觉完全自然和舒适。我们对未知事物感到不确定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当你存在于地球上时，很自然地想要控制你的现实，甚至你的存在，甚至你周围的人。感觉一切都是未知的，每个人都是未知的，即使是那些你非常熟悉的人。你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？它对思想和情感来说是压倒性的。想要控制你的现实和你的存在作为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是很自然的，然而，为了真正与未知融为一体并认识到未知所带来的舒适、支持和好处，有需要放弃控制。一旦你开始放弃控制，造物主的宇宙就会支持你。造物主的宇宙一直在支持你，但你允许这种支持进入你的存在和你的现实，你可能会认识到更大的内在指导。你也会认识到，在你的存在和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会建立你的信任、
让你感觉更自信，更能够随波逐流，更能够接受未知，因为你知道未知会以积极、充实的方式发挥作用，给你一条路。是的，你可能仍然害怕未知的某些方面，因为你不可能知道一切，而且在很多方面，了解关于造物主或造物主的宇宙的一切，不是你的位置，也不是你的目的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，你自己，因为你是更大能量的延伸。你此时此刻的目的是充分认识到那个延伸，以及你在这个现实中所体现的一切。当我们释放控制时，会有一个向未知屈服的时刻，那一刻感觉就像是从悬崖上跳下来。然而，造物主肯定会支持你，即使只有1%的确定性。有了这1%的确定性，你就会敞开心扉，相信你体内和周围有意能量的支持，相信你知道如何从你的存在中回应你自己和你的现实。你可以遵循你内心的指引，你可以与能量、与人、与情境建立联系，你可以召唤你的现实所需要的东西，只是需要那一刻的屈服，抛开任何形式的控制，说事情应该如此，这就是事情应该显现的方式。只需要面对此时此刻的一切和你是谁，就在这一刻。当你允许自己实现这一点时，那1%的确定性和信任就会出现，你会稍微接受你内在的支持。你意识到未知实际上是一块画布，你可以在里面或上面跳舞，以你想要的方式跳舞，这样子你就能感到满足和支持。未知会变得令人兴奋、神奇。在冥想或安静的时间里，首先坐下来并认识到您如何试图控制自己或现实，然后想象自己在悬崖或山顶上，放开所有的控制，把它抛在脑后，跳跃并沉浮。在你的脑海中想象一下，当你抛开控制并跳入未知世界时，你内心的什么觉醒了呢？你可能会经历巨大的恐惧。坐在那里，让它向你传达它的信息，问问你如何才能消除恐惧，然后除此之外等待你的是什么。当你进入未知世界时，这就是宝藏所在。也许只是需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内在的神圣能力。我把这个留给你们思考，这需要很多思考。我深深地爱你们，我是大天使梅塔特龙，谢谢，我的爱永远与你同在。来自大天使梅塔特龙的祝福。 I am Archangel Metatron。谢谢收听，感恩祝福。